磨黑牛皮菜根，这款菜根卖的也特别火啊，它是正宗云南瓦味的牛皮菜根，第一罐也是一斤装500克的，这款是正宗的云南瓦味的啊，它里面所以里面那个菜根比较多一点，然后这一款也是比较辣一点。正宗瓦味牛皮菜根也是特别脆，哎呀辣、喜欢吃菜根你就拍这款，这款多，好了。